刷上去的时候，稍微用毛软一点的笔，然后加一点点水刷就 OK， 它就不会掉，只要不要说太用力摩擦，它就不会掉。然后上完之后，你就可以接着做你上面要做的图案。对，所以烟熏它其实效果很快。对，就是这样子，这是烟熏的部分。然后呢，等一下示范这个。